郑则仕、阮琼丹、黎诺尔、黄志文呢日就出席电视剧《街坊财爷》嘅宣传活动。诺尔表示自己喺剧中揾翻初恋嘅感觉，咁你嘅初恋又系点嘅呢？想当年其实我系唔使点追女仔嘅，都话得佢唔使追噶嘛。我最有嘅叻嘅本钱就系高度啦，同埋我系有才华噶嘛，我又要再重申一次，我系好有才华噶。咁所以啲女仔见到我有才华嘅时候，已经好中意我噶啦，唔系因为个样啊，系。咁乐尔怕唔怕太太睇到会呷醋啊？我老婆同阿志文好熟的，一定唔会。佢哋系同届港姐嚟嘅，呢个世界边有咁细噶？重要系我哋系。真係由頭到尾同房 roommate， 我哋出 trip 咧，咪會一齊 share。咁我哋係同房，所以好多時候我哋會係翻到房一齊傾偈啦，之後即係肉髮相見啦，即係出個涼啊嗰啲咁樣，即係冇咁多啲嘅世界。所以講熟，我老婆同阿志文仲熟，係啊，有咩好驚？我係比你認識早過零。冇錯啦，係啊。另外，好耐冇喺香港劇集出現嘅丸仔，呢次都特登翻嚟同 Kango 鬥氣喎。其實咧都有兩三年冇喺香港拍戲啦，咁其實如果我相信咧觀眾咧心水清嘅話咧，都會發覺其實近呢幾年咧，我全部拍嘅戲咧都係同鄭則仕老師一齊拍嘅。大家都知道啦，係啊 ，Kango 先至會叫我嚟拍戲，其他人都唔揾我啊。因為我係代表咗所有觀眾想睇你戲嘅觀眾。由他哋角度要求你翻嚟，係咩？梗係啦，我唔知嘅。我感言話俾你知，等你驕傲啊！